这个训练就是在你很喘的状况下又能有效开这把枪，它很类似我们枪战。我们枪战不用跑步，就是肾上腺素提升以后，你自律神经失调，你会抖动流汗，当你在扣音板筋你是没有办法对焦，所以这项训练是跟勤务有绝大的关系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